新的爱多美奖金制度。大家好，我是爱多美的啄木鸟，我是天鹅。爱多美的产品主轴是大众精品。Prestige 的意思是代表大众的 mass 和名牌 Prestige Product 的合称。爱多美将绝对品质的产品以绝对价格来贩售的大众精品策略，提供消费者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以 MLM 的方式，直到顾客成功为止，一起共同成长的公司。想正式开始经营爱多美事业，购买并使用了产品，但要如何才能获得奖金呢？好，现在开始伸一伸懒腰，也扭一扭脖子。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开心的爱多美奖金制度吧。 Go go go！爱多美会员注册，无论是想要购买爱多美产品，或是想要经营爱多美事业的人，爱多美免入会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推荐人直接在官网上注册成会员。加入的同时会成为将我介绍进爱多美的介绍人的下线，本人介绍的会员也会注册在自己的下线组织。这个时候以本人为主，可以发展左右两线。成为会员后能得到两个很大的优势。第一个优势，以低廉的价格买到超优质的商品。以主力商品来说，有从一个到四个一组购买的价格系统，买四个组合的产品可以拿到最便宜的单价。爱多美的每个产品都有积分 PV， 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都会自动累积，本人累积的 PV 不会消失，会无限自动累积。 PV 是 Point Value 的缩写，各产品的积分不一，是会员领取奖金的依据。但要特别注意，如果丧失会员资格，会员期间所累积的 PV 也会一并消失。不要担心，只要在一年内购买一次价格低廉的生活必需品，就能维持会员资格。第二个优势，领取奖金。左边及右边会员累积的 PV 叫下线业绩，本人累积的 PV 叫本人业绩。下线累积的业绩中，业绩较大的一边称为大边，业绩较小的一边称作小边。这时候本人业绩与下线业绩会决定会员等级，会员等级是发放奖金的基准。请注意，计算下线累积的 PV 是在本人的业绩达到10000 PV 以上才开始哦。好，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会员等级吧。会员等级依照本人的业绩分成销售代表、经销商、杰出经销商、代理商、精英代理商这五个等级。在本人累积 PV 不足的情况下，在前个月以小编累积的业绩为基准，销售代表可以取得经销商等级，经销商可以取得杰出经销商等级，杰出经销商可以取得代理商等级，代理商可以取得精英代理商等级。确认了会员等级之后，一起来看一下爱多美奖金分配条件吧。奖金分配方式分为安置组织奖金、领导贡献奖金、进阶成就奖励以及教育中心津贴。想在其他国家经营爱多美事业的人，一定要在爱多美各海外分公司官网上查询奖金内容哦。安置组织奖金，
谢谢。多亏了向其他人介绍爱多美的各位，节省下来的广告费也能重新归还给大家。将爱多美介绍给其他人，并在自己底下的组织形成爱用者团队，来看看如何领取安置组织奖金吧。安置组织奖金每日结算，本人业绩以及每天左右下线产生的业绩，以小编为基准，依照会员等级来分配奖金点数。举例来说，假设本人会员等级是经销商，左右两边各产生300,000 PV 的话，就可以获得等级7的15点奖金点数。如果我自己的业绩还未满300,000 PB 的话，是不是无法获得点数呢？不是哦，不是这样的。虽然本人的会员等级不高，但只要培养左右两线的爱用者团队，小编业绩达300,000 PB 以上的话，就可以获得等级8的5点奖金点数。太令人感动了。3个月、6个月、1年，随着时间，不只是我，随着使用爱多美产品的人越来越多，销售代表的话等级8，经销商的话等级7，杰出经销商的话等级6，代理商的话等级5，精英代理商的话等级1为止，依照每天产生的 PV 不同，奖金点数也会不同。最高的等级是等级1，300点奖金点数也就封顶了。这个奖金点数会转换成金额，再来支付奖金。这样的话，奖金支付日是什么时候呢？每周三开始到下周二为止，计算一个礼拜之内产生的奖金点数总和，换算成金额后，在下下周二汇款到本人账户。想在其他国家经营事业的人，每个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奖金发放日，一定要特别留意哦。领导贡献奖金。爱多美会员有7个位阶，领导贡献奖金是在达到位阶条件时发放的奖金，以每个月15日为基准，每个月共有2次机会。爱多美不需要维持费，也没有晋级期限，只要维持会员资格，无论何时都有晋级机会。但是每个级别的维持条件不一样，一定要到官网详细确认哦。如果我的个人会员等级达到杰出经销商，每个月1号到15号、16号到月底，下线业绩总和达到左边250,000 PV， 右边250,000 PV 的话，就可以晋升到1个级别销售大师。正如同多深的根基筑多高的墙，达到1个级别销售大师，在爱多美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哦。持续维持销售大师等级的会员，会被称为自动型销售大师，可说是踏进了成功之门。好，理解了第一阶段销售大师，对于接下来的级别晋级条件也会非常容易了解的。成为销售大师后，如果左右边各产生2位销售大师时，将可晋升成钻石大师。成为钻石大师后，如果左右边各产生2位钻石大师时，将可晋升成玫瑰大师。像这样，如果左右两边各产生2位与自己级别一样的会员时，就可晋级到下一位阶。哦，很简单呢。那么什么时候可以领到奖金呢？达成级别后，公司总卖出 PV 的20%依照会员等级平均分配给该级别，以每月1到15日、16到月底上下考核周期，当月7日发放上月下周期奖金，22日发放当月上周期奖金。想在其他国家经营事业的人，每个国家发放奖金的方式会有些不同，一定要特别留意哦。晋级的时候
一起领取的进阶成就奖励也是不能遗忘的重点哦。进阶成就奖金，成为销售大师后，爱多美将赠送人气产品肌肤保养六件组一盒，黑墨饮一盒，清洁护肤四件组一盒。成为钻石大师后，会赠送笔记型电脑一台或平板电脑一台，肌肤保养六件组一盒，黑墨饮一盒，清洁护肤四件组一盒。成为玫瑰大师的话，本人及眷属一人，国外四天三夜旅游券两张，现金新币2500元。成为星光大师的话，本人及眷属国外四天三夜旅游券四张，现金新币12000元。成为皇家大师的话，本人及眷属欧洲11天10夜的旅游券四张，等值新币1200元之租车费，每月新币2500元之信用卡额度，以及现金新币60000元。成为王冠大师的话，本人及眷属欧洲11天10夜旅游券四张，每月新币6000元之信用卡额度，以及现金新币43万元。成为尊王大师的话，本人及眷属欧洲11天10夜旅游券四张，司机每月新币15000元之信用卡额度，办公室及个人秘书，以及现金新币130万元。教育中心津贴，公司核准后提供正确无误的经营方式及协助，开设爱多美教育中心的会员可以获得中心所属会员总销售 PV 的6%的奖金，每个月发放2次。哇，现在各位要做的事就是将物美价廉的爱多美产品介绍给周遭的亲朋好友。只要持续不断地参与爱多美的成功教育系统一日研讨会、成功学院及教育中心课程，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秘诀。以上是希望所有会员获得大成功的啄木鸟天鹅。